这两天这个瓦格纳叛乱这个事儿啊，这个伟大的领袖教员早就总结了，而且非常有智慧的，而且是指导思想啊，这个承认山头，照顾山头，最后才能消灭山头。能听懂啥意思不？首先得承认，然后你得照顾。像瓦格纳因为不给钱了，人家在前线给你卖命呢，你最起码你军饷得差不多，是不是？完，绍伊古也是一个山头，知道吗？所以说那个他们就内斗，这个一致对外的时候，如果说内斗内耗，这个是很危险的啊，也给咱们这个警示了，就是咱们如果想跟美国干，哎，打那些美国的走狗，什么美日韩的北约，是不是等等？咱们首先得把家里的这些，就像我说的啊，敌特间谍、公资汉奸、崇洋媚外的跪舔狗，先把他们消灭，知道吗？先把他们全摆平，哎，不然的话，就像俄罗斯现在内忧外患，是不是？给咱们很大的警示啊！同时也说明伟大的教员啊，智慧是洞穿古今的。